这老头买这老些东西，哎呀！拆快递，买棉花啊！这会网购就是不一样，还会。大爷，你别往我这儿塞了。大爷，你要快乐。去哪儿啊？怨分我。我睡觉。我操！我在拔刀。我操！第二天，憋死我了，没事，再来一点。人来了，人来了，哎，叫醒了，叫醒了，叫醒了。第三天。醒了，哎，是不是醒了？醒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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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了。哈，好了，慢点洗。这是什么？完了。哎呀，大家不太想走，快走吧，在家待一天。那你明天还在这个胖姐摊棉花这接我啊？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哎，我看见你了，想死你了！哎，不要了，杀！啊，你口水铁肉真好吃，慢点吃，我都跟不上了。天不走我爸，我就浑身难受啊！朱小安，小样，大白天还睡上觉了，你赶紧给我起来，起不起来？你不起来，我给你薅起来了啊！小样，我就不信！哎呦我的妈呀！有人，这什么玩意？朱小安，小样藏哪儿去了？小样的还藏这儿了？啊，猪根，奥利根，猪根，快打呢！打住喊呢，打住喊呢，哎呦我的妈，啊哈，妈呀，媳妇儿，你在这干啥呢？朱大令，我看会儿风景，你打我干啥？我错了，你错了，笑什么？一会儿我往里倒的时候，马上把盖子盖上啊！好好，一定要快啊！好好好。
给俩吃饭了。你俩吃饱了吗？我都没吃饱。小雅，你晚上想吃啥？小雅，你别再来找我，我有男朋友了。浩然，浩然，别干嘛？你衣服开线了。我向你奔赴而来，你正是谁真如何。你要快乐啊。没挂上响吗？你这老头有啥就直说，没拐弯抹角的。走，我带你去。大哥，你家瓜子香吗？必须香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吃去吧，拿回家。大哥他说香，你还有啥想问的吗？不是不给你买，你家花洒不是坏了？我给你买个新的，走，带你换。还得是糖啊？那你看，试试，这玩意儿咋不出水呢？这么多过年准备的新衣服啊？但别急，要不我趁新年活动上周五再给你买两件呢。那上面不仅款式多，而且都是正品，比专柜便宜好几百呢。啥时候就不闹，啥时候来吧。哇哦，你要快乐哦。师傅，你来帮我抬一下吧。慢点，哎呀，把后备箱给你开开啊。不用，我到家了。一会儿你们俩拆完我那个，马上拆大这屋啊。哎，这散装茶叶呢？符合咱们身份吗？这是啥酱？这都啥样了？还有这桌子，我看看这都啊。汤，你咋的了？中奖了？今天我一出门，我住的房子墙上画了一个拆。太好了，我的副手机也不要了。那房子不是你租的吗？你陪我去呗。我上次玩的那游戏，这次链接里有专属礼包码，等我用了加速升级，领了2000块都给你。你先别动了，不仅赔了赔了，再带车好的。你俩拆的人太快了。下面我宣布，二大爷房子拆迁剪彩仪式现在开始。我说不行不行的呗，啥不行啊？自己眼神不行还赖我、哎、干啥呀？行了行了，你多大点事儿啊，我们帮你。没事，不能让你白忙。这么的，我上德布再给你们买一双，那上面不仅款式多，颜色全，还都是正品，点评论区就能在线试鞋。唐啊，你就站在等着捡球吧。没事，不用管我，你们快乐就行。鸳鸯双栖的女士先生们，飞机将降落在西双版纳达萨国际机场，外面温度35摄氏度，该机后应选择我爱0591航空公司班机。等等，初次来到我们这里，感觉景色怎么样？哇，我感觉这里边的景色十分的秀丽，特别是这个车，哇，司机师傅加大马力。说好了，输了不许哭。哎，是这儿吗？是这儿吗？哎，谢谢。玩玩你擅长的象棋呢？这样。玩吗？将军。没事，亲爱的，咱们输一把。啊。你要快乐哦！小妹妹送我的狼牙。大哥你好，给准备了新鲜礼物，带了点土特产。孩子们留心了，给我带点啥呀？就给我带点这玩意儿啊！此言差矣。嘿！大爷，拉好了吗？就是这个呀。有啥吃点啥呗，这玩意儿健康。就那样吧，逗你玩呢。我能就送你土豆啊！中国年送三只松鼠坚果礼，最近都流行送这个。人家送可别胡吃乱喝，吃点这些健康的，这卖的可火了，老头老太太都喜欢。碧根果、夏威夷果、纸皮核桃，整整9大包。多吃坚果对身体好，大家尝尝。哎，
嗯，小老鼠，过年了，你带我住哪儿？太远了吧？有车吗？炸！赶紧把你那条破鱼拿来炖了。非得炖吗？你还想不想娶小雅了？吃饺子行，比鱼香。饺子没吃上，手表还有什么坏的？没事，大爷，我在得物上给你买块手表，正品大牌，价格实惠。这卡西欧比商场便宜好几百，你这破玩意早该扔了。你看你喜欢哪个？就这个吧。行行行，那今年我跟小雅的婚事你同意了吗？嗯，我不同意。打不起来辆自行车，你要不要？我不要，你还找了失主吧？我找了，失主说不要。那你自己留着呗。还我自行车！都说不要了，咋还急眼了呢？还我自行车！老头，你是不是把我晾在人身当中了？没有啊，这不都在这儿呢吗？你放白萝卜也就算了，放胡萝卜是怎么回事？我最近总熬夜，脸色都变差了，我还想用人参补补这。给你试试这个，这不是最近很火的元气参精华露吗？里面真的有一整只看得见的长白山人参，水润保湿，醒肤焕亮，太适合我了，还是大爷对我好。大爷，我捡两只鸡，你要吗？你给我放下。这个季度我们的工作可以说是十分。